好，介绍一下镶环子这个角色。这个角色是 SR 卡，那它的基本属性啊，一等的时候是139213614952224，气血、物防、法防、物攻、法攻、彗星。那宙斯嘛，那当然就是法攻最高咯。那他的天赋呢是对战时攻击气血未满角色时伤害提高 12%， 心动结束之后为自身四格内的一个气血最低的角色恢复气血值，法攻成 0.8 倍，那就是95×0.8， OK， 95×0.8 的气血值，不无小补啦。也就是说你只要攻击的角色是，比如说我先派玉池羊攻击那一位敌人，然后他没死，然后这个时候用镶环子去补刀打了他一下之后，因为他气血已经没有到 100% 了嘛，那这个时候他发动天赋，打完之后发动天赋帮助旁边，假设旁边只有玉池羊，那就帮玉池羊补法攻成 0.8 倍的血，难怪他会被评论说是算是好用的 SR 的角色卡。然后又驱除一个有害状态，所以他光他的天赋就很值得使用这只角色了。好，再来是耀光之斗。那耀光之斗是法攻攻击单个敌人，那他射程两格，驱上一个有益状态，也算蛮实用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五念绝学。好，第一招是流光刃内，是吗？是这样念哦，刃内刃内。好。一样是法攻伤害，一样是两格，然后攻击单个敌人 1.5 倍伤害。好，这边有重点，对战后恢复所有友方角色气血，恢复量等于为施术者法攻乘 0.25 倍。哇，难怪说必练。以 SR 卡的角色的话，他放招式还可以帮所有友方角色气血恢复 0.25 倍的法攻。哇塞，这个 OP 角啊！我们错怪他了，一个 OP 角啊。好，这个移形换法，主动使用将一格友方角色传送至范围内的任意空位格，以目标为中心的七格菱形放。哇塞，太强了吧！不愧是镶环子前辈。可是为什么你的图像做成像小孩子一样？这是我不喜欢练他的原因之一。它外形呢、啊？外形不讨喜，不是我喜欢的。然后这是被动顺风，行动结束时，周围一格范围的内范围内随机一个其他友方施加奔驰吗？这是奔吗？或者是扩步持续一回合？哇，不过是被动对不对 ？OK， 被动键，可是它是周围一格内，也就是说它不是帮自己加的，它是帮队友加的。所以一样，假设我们帮青罗旁边做青罗，那他一定会给青罗施加奔驰跟阔步，然后阔步是免疫移动力降低，哇塞，好用，无法位移，无法闪避，免疫移动力哦，免疫这三个东西啦，三个状态的意思，哇，那真的好用哎，难怪大家推荐。OK， 小圈圈的是增加一些基本属性，我们就不看了。好，再来这个圣华之护，若自身气血 100%， 则承受物攻伤害降低 50%。 哇塞，而且是被动技能哦，哇塞 OP 耶，太猛了吧。也就是说假设是单打独斗的话，我只要被物攻攻击伤害打就降低 50%、欸，哇，可以先弹一回合。好，然后再是哦，吸星法咒，攻击单体敌人造成 1.5 倍的伤害，对战后偷取目标两个有益状态。哇塞，猛，真的猛。假设敌人有两个好两就是比如说法攻提升，物攻提升，我用这一招把他的状态给吸掉，吸到自己身上。我的靠，真实用啊！好，神器流转啊，这个就是补血的、啊，范围内所有友方加气血，然后驱散一个有害状态。嗯，一般的补血招式。OK， 再来，
哦，这是小圈圈。然后大绝是什么呢？赐福，资源型的，然后设成三格，范围是菱形的两格。主动使用时，为范围内友方角色获得神瑞辟攻和辟防，状态持续两回合。物攻、法攻提高20%，辟攻是免疫物攻、法攻降低，辟防是免疫物防降低。哦，懂他的意思了，就是你被用有害状态的话，这两个是免疫的。免疫物攻啊，然后法攻，然后免疫物防降低的这个有害状态。那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这一个啦，神队物攻跟法攻提高20%，就有点像那个血刃之咒，有神魔至尊传当中的血刃之咒的概念，就是攻击力提高。不过血刃之咒好像是物攻而已嘛，没有法攻。法攻的话是灵智增法，但是赐福这一招是法攻跟物攻同时提高。还不错，难怪大家说这一只值得练。OK， 好。那他的兵刃就是青竹竿，青竹竿。吉身的话，玄色之冠、后肢长衣、紫月香囊跟辟邪玉佩。OK， 那一样就是要把它充等，对不对？那生品呢？那就是他原本就是在龙居岛上嘛。那夏侯仪为了帮助香环子前辈驱逐黑龙解鱼，然后香幻子答应给夏侯仪一些报酬，就是那个黑天禁法嘛，是黑天禁法吗？还是飞天啊？飞天禁法，然后教风铃声绝学嘛，还有慕容玄机。那他在幽城里面的那个故事，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。OK， 好，那这个角色就是这样，就介绍到这边了。所以看起来以招式来说，跟他的行动力还算是以 SR 卡来说的话，的确是值得练的一个角色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香皇子这一招耀光之咒，来看一下吧。好，再来是香环子的普通攻击，来看一下，哇，好，其实还不错啦。好，那香环子的普通攻击就长这样子了。